天我邀请到了糖浆，那不是松饼糖浆，松饼糖浆哦，植入性形象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吃遮到我的脸，日本的九州来的拉面，九州の拉面，最强の九州のハジモダラ拉面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，那我们它里面有很多包。寂寞的，对对对，它里面有很多包。好，你去。他把我的椅子推走。它里面的是这样子。对。有大概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包。你只会数到七吗？下面还有。啊，好像没了。哇，你好胖。有在旋转呢，有七种口味，那我们今天来选一种吧。那我们先一一向各位介绍。这个第一种是黑豚骨鹿儿岛黑豚，黑豚骨鹿儿岛黑豚骨的鹿儿岛黑豚骨拉面，风味拉面，风味哦，就是风味。这两个都是这几包都两份，对。第二个，所以我们今天只要挑一包来吃。不然我肚子会胀量到爆炸。对，然后这个它里面有中文翻译错，它好像叫做中华面，宫崎诺，它就是这种中华拉面的感觉。你把一个日本的拉面讲成中华拉面，你也太惨了吧？它真的是中华拉面，它不能自己写自己是中华拉面吗？然后这个又是你，它好像不是中华拉面，它到底是什么？没有写它的口味，好像就反正就另外一种拉面，简单有力有吧？它后面都没有中文翻译，它只有第一包有。小麦呢？大豆呢？鸡肉呢？豚肉？那个是成分，那个是会过敏的成分。哎，真的，中华拉面在讲的。即席中华 S 哦，那即席应该就是即食的意思。哦。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其他另外一种拉面。对。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口味是什么，我们只是随便拿了几包出来的。然后就是剩下两种了，哎，这个就有中文了，这个是熊本黑麻油豚骨风味拉面，熊本来自熊本熊产出来的，然后这个是博多酱油豚骨风味拉面。好的，普通，看哪一个最有兴趣呢？我对熊本熊最有兴趣。我也是，这个熊本熊就是这个来自熊本熊的产地的。熊本黑麻油豚骨风味拉面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弄。拉面与他们的产地。好啊，这就放到。这个放进去水，然后加粉。那我先去泡啊 ，Go。两个小八七在里面。怎么办？他焦了。不要理他。哦。他没了火了。好恐怖、喔！两个小八旗，几个焦味。哎，这个焦味是你的面呢？好恐怖、喔！我来啦！这个要怎么夹起来？不要理他了。我刚以为他是大喇叭吗？反正没，反正没理我。真的有那么一点点豚骨的感觉，黑麻油喏，西瓜喏面，煮啊！你帮我看一分钟。我知道，我就现在呢，就煮好我们的面啦。大家看，锵锵锵锵锵锵，撕面面呢？对呀。好，换我。耶，撕面面。哦，面面啊，哦，这面面，你不满意我的录影技巧？没有啊，好了，那我们来开吃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从一开始就忘了弄，本集由 Utone Game Studio 场地赞助播出。嗯。我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吗？他说我们
他们我们有那个七包面嘛，一包是两人份的。那我们今天只煮一人份嘛，他原本就说，那我们就每我们再来做个拉面接力，一个拉面找一个 YouTuber 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可是你有那么多朋友吗？吃完了啦。订阅油桶，然后不要订阅太阳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 AIG 是讲完了吗？拜拜。